走错是不可能走错的，我这辈子不可能走错的。地理学家，我以前地理课代表。这还真不是我吹，你把我丢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，我都能走回来。我之前不是有几个月没直播吗？那个时候就去那个，说英国女王这个的孙女啊，这个喜欢看我直播呀，我玩一些国际游戏嘛，说要跟我见一见。我本来不想去的，后来这个为了给个面子吧，就去一把，偏要说要嫁给我。后来这个还没有见到啊，这个飞机就失事了。飞机失事了，我操，在太平洋啊，在太平洋，很难受。飞机失事了之后，我操，所有飞机上的人全死了啊，飞机上就两个人啊，一个我，啊，还有一个这个老外啊。当时老外直接淹死了，他想让我救他啊，我救不了他。当时我是灵机一动啊啊，我的丁丁就跟螺旋桨一样啊，迅速的旋转了起来，就这样来回摆荡，来回摆荡啊。摆上了这个海岸，然后经过这个走过沙漠，走过山川，走过这个雪地，历时两个月，我回家了，整整两个月。说起来你们肯定都不信，很痛苦，那段过程当中很痛苦，就这样一天一天活了过来啊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在家里还有这个熊皮跟狼皮，都是西伯利亚的。我当时是拼了命的保护自己啊，结果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开视频的话，到时候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熊皮跟狼皮衣服吧。熊皮衣、狼皮衣，这前面好像还得翻过一座山，好像是。我现在血量掉的有点多了，这个我是不是走错了呀？还是翻前面那个山？好像是翻前面那个山。嗯，这边还有很多树枝，路过的时候捡一下，不需要特地跑过去捡，这样就比较浪费这个时间。我们现在已经冻伤了，如果再不取暖的话，再不取暖的话，这个我们这个会永久的掉属性，永久掉属性的话很难活下来，几乎都活不下来，很难活呀。